块的竹林步道呢，是在前年做好的。那这里刚好有几个很适合的、很不错的相思树。各位等一下爬上去之后，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哦。如果愿意尝试的话，越高的那个风景是越漂亮的。好，等一下可以大家去尝试。像这样子的攀树课程在花东，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。那我们花莲呢，主要是集中在花莲的北部，很少有人带到南部这里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罗山可以透过这一次活动作为一个开始。然后将这个东西慢慢的把它发扬光大出来，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刚好包住你的头，然后另外让这个要切起你的眉毛，因为这很重要，就是因为拍照起来。这样子帅气，这样子就 low 了，天兵哦，天兵。那通常我们就是抛绳子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就是从细绳再换这个叫牵引绳，再换主绳这样子。好，确认这个套管是压紧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两条抓好当做一条，然后打刚刚的八字结就可以了。哦，打好，好，对，这样。然后从他的对面好厉害，推，对，来推，好推，对，很好，来推，我拿糖果给你，你呢？嗨，这边风景好。讲一下感想，哇。很累，没有很优雅。第一次爬吗？是，第一次。没有爬过这么高。对，我们现在应该大概有十几米了，十几米高了。空气很好。对，风景很好。哪里累？脚累还是肚子还是手？全身。全身都累，要并用啊，不过可以练协调，不错。阿恒华姐嘞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还好，只是刚吃饱，有点重。不过这个画面也不错，这个画面。好，这是第一次来到罗山村来带领攀树活动。那在这一片这个竹林里面，那这个攀树其实是蛮特别的哦，因为一开始好像就身处在竹林，但是只要一上升大概到第六、第七公尺高度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开阔的一个包冬纵谷的地形，就很开阔的呈现出来，然后又有农田，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。那而且这边的树也很高，还蛮壮的。哦，所以在这边其实今天第一次来带罗山村的这些的社区的伙伴攀树，那我想他们都蛮开心的。那其实在这边还可以做很多的变化，甚至我们也觉得这里是一个办一个进阶啦，或者是更好的攀树训练的时候，都是一个很棒的场地。哦，所以希望大家来这边能够享受这边的好山好水，然后但不会好无聊，因为攀树是一件很有乐趣，哦，很刺激，但是又很优雅的一种的休闲活动。